这样，你要说是这个古建筑，这是一个概念，历史街区是一个概念，这两个概念。古建筑呢，基本上是一些点状的东西，一个点一个点的，天坛、故宫啊，一个什么庙，一个什么故居、紫合院，这些点，这个在北京市作为文物保护单位，它有国家级的。 有北京市级的，有区县级的，东城、西城、区县级的保护的，这些基本上都还是原样保护的。大概也目前北京有，200多个，在城里头还是保存的不错的。这是一类。第二类呢，就是街区，历史街区，就是一条街或者一片儿。北京城里头有30个历史街区，这30个历史街区严格讲起来，保护的都不是太好。 但是这个问题比较复杂，保护的不是太好。历史街区它和文物单位不是一回事，它是生活的街区。这个生活包括在里居住啊，或者在里头要做生意啊，这个做商业。这个街区它是在不断变化、滚动变化的，它是个生活的场所。这个文物保护单位不一样，文物建筑，它就是一个死的东西，对它的要求是以物为本，最好是保持原状不动，不要让它太活了。 就是一个博物馆凝固的东西，纪念的这个东西。历史街区是个生活的，大部分人群在里要生活，这生活是日新月异在变化，它不可能不变化。这里头就需要以人为本，以人为本，要让它这个生活的更好，生活质量的提高，它不是个单纯的纪念物，它是个生活场所。 怎么保护呢？就像梁思成说的，“故城保护就是拯救如旧，不要把它跟人，第一，不要把跟商业利益勾结在一起；第二，不要把跟它的原住民分割开来。物是供人使用的，没有人了，它没价值。你不要把你的今天的利益强加给历史。北京的保护，我们应该把它作为人类文明这个进化过程中的一个具体的物证。” 把定位的这么高的程度上，首先这个只要有证据证明它是个百年以上的历史名城，是人类文明的结晶，那就应当保护。这个保护就是拯救如旧，不得商业性开发。你要想商业性开发，远远的离开它的地平线，而不是在城外地平线。我指的是在这个城的高点上，向四处望去，以见不到为边际，你躲开我。 我要把我的祖先留下来的东西，经我的手，经我的文物的认识传下去。所以说，这个城市啊，在旧有的这种建造模式上的扩充和减少是正常的，而用西方国家舶来的这个钢筋混凝土的这种建筑是垃圾，因为它把我们中华民族这种建筑史文明史整个给切断了。它是建立在毁灭、彻底毁灭旧有的、有丰厚历史价值的这些。 建筑文明史的基础上建造西方的这些东西。鼓楼是这样的，中鼓楼地区啊。 是北京中轴线的一个终点，它的历史文化价值非常高。因此，鼓楼周边啊，它是在历史上形成一些小胡同、居民、小商铺这么杂处的这么个地方，周边的建筑质量都不高，都不高。你可以看老照片，质量都不高，而且那个很不规整。我觉得，我认为鼓楼的这个地方啊。 目前存在的问题是个整治的问题，整治的要求就是让它符合北京中轴线的这个终点的这个状态，格局要比较完整一点，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。第一个，
保存历史建筑，这个街区有很多历史建筑需要保护，这保护历史建筑。第二个呢，要改造危险房屋，这街道有很多房子很危险了，必须要改造。第三个要改善市政设施，已经老化的一塌糊涂了，那必须改善，保证它50年、几十年不要再改造了。再一个，提高环境品质，环境很脏乱差，要提高环境品质。还有更重要一点，提高土地效益，因为这个土它还是一个国家的资产，它的效益必须要提高。它里头市政啊，这个功能啊，人口啊，环境啊，问交通啊，问题很复杂，原汁原味的保护恐怕很难。它人类进化的一个具体物证，是吧？你任何的开发不能超越这个理由。所以我们现在，我们的执政者应当重归理性，这个理性要尊重历史，尊重民族文化，不能以任何的现在的短期的利益而蔑视我们的历史，更不能动，千万不要动这个。我就希望政府、居民，还有现在大声呼吁的保护的这民间保护人士等等各方面人士，都有一种理性的观念来对待这个保护，保护永远不能脱离了发展。